非常的多，你看，全部都是金金龙。这吃的很凉的，就有点苦，我们都不爱吃。你看，这粗粗的都是。你看它的形状是这样子的。这下雨天不来也不行，怕有的泥巴给爬进去，都给没有东西里面都给占满了。一直溜，哎哎哎哎，这小螃蟹，哎哎，哦，哎，溜了溜了，两个都是空的，哦。一个螺，可以的啊。空的。这时候已经有小章鱼了，来注意一下。不是，里面一坨泥，还有章鱼。空了空了。今天什么搞的啊？都是空的。条路给冲坏了，有个坑里面。哦哦哦！你看，小星星这么小了，还是一个角嘞。这是第几茬嘞？这可能是。最后一茬了，应该，这太小的，以后大了再想啊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得用这个去弄呀，看看有没有里面，没有，空的。就是空的啊。空的啊，这么搞的啊，今天。哦，这下有货，这下有货。这下你看有货了哦。不肯出来的，哦，不肯出来，脚露出来了。快快快！哦，掉下去。好了好了，能再来一个螃蟹了。也是空的。没有螃蟹是肯定的。哦，哦，有，哎，哎，喂，这小地龙，你看，小地龙，看看有没有一窝的了。碰到什么的了？螺，那个，寄居蟹。没货。哦呦呦。哦，一条那个地龙，这么大，可以。哇，这你看，星星点点的，很好看。呵呵，好好好，这一两多可以。看看有没有一窝的。什么搞？今天怎么只有两条了？就两条，啊？算了算了，洗下手了，换饵料，等一下一起看。现在到这海边了，我今天都不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。公的，可以啊。两个螺，一条地龙，一只螃蟹，没了。走走走，回去。